初级的鼓励最棒来活动了，姐妹们，现在下单，到时候给咱们发五包呀，五包不是三包，是五包。它的配料表简直比我上清华的那个同学还要优秀呀！你就像现在这个时间点，你馋了、饿了，你不知道吃什么，你就来上这么一包。咱们这个一盒里边是这样的两包，这个配料简直优秀的不能再优秀了。里面添加的东西，你看，全麦粉、橄榄油、木糖醇、葛根粉、原包车前籽壳、藜麦粉、魔芋粉、南美林虾粉，还有金枪鱼粉。我的妈呀，这东西怎么都那么贵呢？听着呀，咱们打开一袋尝一尝啊，就看着怎么有点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个磨牙棒啊。嗯，我吃的这个是南美新虾味的，这个好好吃，这股虾条的味道，而且它这个小棒棒你看很有韧性，就很磨牙的那种感觉，特别特别香，这个也太解馋了。嗯，这就是一包的量，真的不少，20来根。这个你馋了饿了来上这么一包，真的是好吃无负担呀，太香了。咱们再来尝尝这个原味的，这个没有过多添加的那种调味料的味儿，就是个麦香本身的那种原香味儿，但是它真的会越嚼越香，越吃越香，带有麦子原来的那种香甜的味道。这两个口味都好吃，咱们可以任意选择，真的都不踩雷啊。这个晚上在你嘴巴寂寞的时候，你就来上这么几根，真解馋。主要是它好吃还没有负担，对咱们身材管理的人简直是太友好了。这一包合到手还不到2块钱，真的太合适了，姐妹们。最主要是它的配料表比我的脸还干净，比我的脸还优秀呀。这个咱们必须多冲几单，在咱们馋了饿了的时候，你就来上这么一包两包的，真解馋呀，姐妹们。